超浮夸行径，他们的人生就要惊天动地。参加这种重大场合，最怕跟人家撞衫，我就去买了这件礼服。你穿起来很美啊！那我们来帮他一个 welcome party 好了，印了一个红布条，是一整排的那种。还有屏东公主，他是屏东人嘛？他有高兴吗？因为我现在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